锣鼓点搭配熟练的掌中戏偶操作，看得台下的阿公阿嬷目不转睛。我播电视，大家都看。恁看，哎，你那足强的，足好的吼。阿嬷口中称赞的这群孩子，其实是三支国小的学宛然掌中剧团。这次应慈济职工之邀，特地把拿手绝活演绎给护理之家的长辈们欣赏。以前的时代嘛，是看歌戏、看布袋戏上爱的嘛。啊，这囡仔个老师是非常的欢喜吼，伊嘛真欢喜有即届机会吼，会用咧教咱这阿公阿妈，尤其偏偏是三姊九门的人吼，这是真好的姻缘啦。除了布袋戏的表演，志工与孩子们也与长辈们亲切互动，一支舞，一句问候，就让阿公阿妈笑得好开心。袂行路坐轮床哦，无就坐坐坐坐坐款轮椅。啊，今晚恁来哦，安尼，哦，大家拢真欢喜。孩子们的拜访让护理之家的长辈们重温年轻时光，也享受了难得的天伦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黄玉珍、蔡崇贤、简玉荣台北报道。